绝对要再见。哎，结束。那我们那么多要素全部都是二周目的，二周目要素也太多了吧？我看他是还有一个后日谈呐、之后等等，先不看，等一下再看，等进入再说。毕竟它是以前的游戏的移植，它没有贯全算重置嘛，就是反正都是一样的，对。不过地球变这样真的是一个很瞎趴的状况。世界还是有尽头的。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概念呢，有没有？它既不能说地球是平的，因为不是，但你也不能说是圆的，因为它也圆不过去。This story is not over.遥远的约定就是这个约定。对啊，不晓得会等多久。哎呦，哎，After Story 有后来的故事，而且还很酷哦！它外面没有让你就是新游戏或者什么的，直接是 After Story。一年后的失落之岛，奈奥多16岁，学院开始放第二个暑假，因此他便从港都回到了这个故乡。一年过去，奈奥多依然每天继续着眺望着星空。ナユタ、どこにいるの？ここだよ、姉さん。可为一年，样子也都长得一样。特拉又开始接近了地上。今晚看起来会比昨晚更大。这么做只会带来更多的空虚，不会啊，相信着。直接跳下去，像
奈由多的繁星祈愿。隔天早上，星辰节快到了。终于要好好收了吗？全新的一天，不可以让女生等哦。哎，没有办法制作便当。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装备可以用。但我们还是有11万。我可以看，嗯，还是只能看到。欸，可是对啊，那个已经不是月亮了，那其实是不对，是两个月亮，一个是特拉，那这就是原本的月亮而已。这里不能看了。组装坏掉的零件还是修不好。汪，你应该给我一点东西吧。我们最后就打个几关。乖，没问题啊。终于他要说了。基本上现在也拿不到碎片了，就除非是在星空的还在环绕着。师父那的传送门，等一下一定找，总是一堆木头啊，捡的超多。这家伙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太太们的情报网，不愧是乡下，乡下就是这样。肯定换位，我们就慢慢找。小事一桩。
哎呦，让奈良多带孩子他们去约会。克里会走路了，不要。咯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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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瘙痒。弟弟该有的态度 ，respect you know。宝宝站起来啦，回味一年啦，长大啦，登大人啦，宝宝。收藏的也差太多了吧，才一半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个都是那个绝对吧，是不同的那个气候，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可以再过去，然后繁星之盘是有每一个地区是有四季的。哦哦哦，哎哎哎哎，尿尿时间，尿尿时间。说把对话框按到左边再去。哦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注重仪容。喝个水，喝个水。哎，伸个懒腰啊，好，继续。写了很棒的论文。世界的延续。风暴平息，所以有办法再过去了。可以看哦，那个小弟，那个小弟，你有在这吗？
哎呦，又是最后一个才找到，天哪！